现在四点了，雪已经越来越厚了，我们估计只能做这一个 run check。现在开始往回拉，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，甚至连人下去都是个问题，已经冻得不行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 ski hut， 这个门是锁着的，那边的厕所也 check 过，没有人在里面过夜的痕迹。我们在这里喝一下水，吃点东西。现在是晚上六点半，准备下山。啊，对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个 bow 的下面了。这上面的树已经很稀疏了，但是我们灯照过去也是看不到什么地方的。这边也是处在一个 heavy run out 的位置，所以现在晚上也看不见上面，我们在这里只能回头了。刚才在 ski hut 也没有找到有人在里面待过的痕迹。很遗憾，没有找到什么。